下面要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压轴好戏了。哎，佳悦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时尚人？刘婷真啊，佳悦，当然是真话了。大家说时不时尚？听到了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我不时尚不要紧，但是我们普渡有很多时尚达人。接下来，请欣赏由邓宇川等编排的时装秀。Let's enjoy the fashion show directed by 邓宇川. Let's welcome.